HuaHuaNiu 的 Ecolean 系列产品呢，是从2007年上市的，年平均增速呢达到 80% 以上，至今呢仍然处于快速的增长当中。这也帮助 HuaHuaNiu 呢成为了河南区域市场上名副其实的酸奶低温酸奶的领导品牌。我们觉得和 Ecolean 的合作，从包装上我们又演绎出了一种这种新的生活模式，把环保也融入到我们消费的正常的消费模式当中。艾克林呢，除了新颖、便利，还有一个环保，这三个因素，足以能够吸引消费者，同时也吸引企业。回顾和艾克林的合作，我们今天总结，觉得这种包装给企业带来一种新的生命力，给消费者带来一种新颖的这种包装模式。2016年，艾克林单品，我们的销售业绩能做到3亿包以上。从这个数字，足以能够看出来艾克林在整体HuaHuaNiu的这种重要性。艾克林呢，成为了HuaHuaNiu的一个明星产品和支柱产品，也逐渐的成为了HuaHuaNiu的另一个形象符号。作为生产管理者哈，通过和艾克林这么长时间的合作哈。从2017年我们开始进行艾克林第一台挂装机，到2012年的10台，到目前的就是24台艾克林挂装机。艾克林挂装机操作起来比较方便，自动化程度比较高。HuaHuaNiu和艾克林合作了10年，我觉得HuaHuaNiu和艾克林是密不可分的。从销售业绩上来看，HuaHuaNiu整体的销售单品，艾克林永远是贡献最大的。我们希望和艾克林的合作提升到一个战略层面，我们双方不断创新，努力开拓，共同发展，实现双赢。